欣赏最完美的烟花表演，就应该等整个城市都黑麻麻。听住，你哋而家系通缉犯，而家可以帮到你哋嘅人就只有我哋。你哋唔系一样咩？赏金猎人点会变咗恐怖分子嘅嫌疑犯噶？赏金猎人，我哋一直追踪新加坡酒店恐怖分子。印度秘密部队出身嘅应该唔简单，小心啲。你呢啲靓妹仔最容易被呢啲咁嘅坏男人呃噶啦！等等等等，喂，危险啊！我自己。